为什么这儿也有 Evil Twins？ 行，你到了可以打电话啊。Hey guys， 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 ，Broadway。我来咖啡馆门口了，咋我没看着啊？这最里边不是摆这儿，最里边这儿吗？哎，是啊，跑多少？这不跑一十？哎，这不那什么那个吗？什么？大使最讨厌那鞋吗 ？Track Smith。对，大使为什么最讨厌这鞋？他不怎么穿，他说送他了，他基本就当旅游鞋穿，然后就扔了。对，就是我也是当旅游鞋穿。我操！我知道了，今天要拉爆，我看着他了。不用了，穿这鞋就不拉爆你了，就是为了不拉爆你才穿的这个鞋。哇塞，你这门胖点了还过不来。倍儿好，这是 Drafting Space， 这个什么每周的跑步活动的第一次。对，这次只有老板和酒托，对，两个人。对，所以老板打算以后每周怎么着啊，怎么跑啊？趁你在国内的时候组织起来，怎么绕故宫跑呗？一周一次。对啊，我觉得然后设计点那种有意思的周边吧，啊，类似于来参加跑步的，那种纪念的卡，啊哈，反正你也不知道看过咱们那 logo 那整体的感觉了，哎，然后可以打折啊什么的，就如果咱能跑完故宫一圈这种，啊不限时间呢，啊哈，想走下来也可以。咱们是就是跑的越多。打的折越多吗？那不是吧，就是都打一个折。对对，都打一个折。哎，要不太不友好了，太卷了。打多少？0.01折。哎，不对，反了。参加活动的前期八折吧。呵，你这可是在政府面前说的啊。对。我是没想到今天又这么热。是，但是今儿你看就在这个阴凉地儿里头，哦，就还行。要是在那个太阳底下就有点难受。我们不求跑过吴向东，跑不过会长。对，我们跑步的目标就是让妮妮春节时候回来的时候，啊对，不把你拉爆。对，然后这是 B 狗 ，A 狗就是拉爆他。还没跟那个看员跑过呢，不知道什么水平。看妮妮跑啊？嗯，你就不用看人跑。你就看人那腹肌，走上没有，只有一块儿，没事儿，一块儿就是，哎，我去年只有一块儿，这不是也灭了那么多人吗？哎，说到故宫，说到这个4点4点半关门，网上传说故宫关门早，因为关门晚了就该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这个轮哥。你以前在那上班，听说你不知道你上的是白班还是夜班。这个不宣传封建迷信啊，是不是？对，纯是根据这个旅游时令的制度来的。啊，按基本故宫的
旺季，周边什么餐厅啊，也都是旺季。故宫进入淡季之后，那北京基本也就没什么人了。啊，对，所以故宫里的不干净的东西都在洗手间和垃圾箱里。对，太对了，应该只在那儿。哎，那你这个吃过故宫门口的四季民福吗？没吃过，就排不着队是吗？好像没有兴趣过。当时在那儿吃的最多应该是东华门外边那赛百味，呵，但现在已经关了吧？呵，你在美国的时候吃过赛百味吗？吃过。你刚去的时候怎么点？刚去的时候啊，不记得太久了，是不是这么点 ？This, no, this, good, how much？ 好像没至于的，当年那时候还行，你看，那去了，当时一堆东西不知道怎么叫啊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都是后学的。你说蔬菜什么的那些食材还好说，香肠好几样名儿就不一样。对，那酱就更甭说了。挺好挺好。美术馆。你在干什么？这边外边这儿搜。是，以前那是一个，那时候一堆小饭馆什么的。对，都拆了。是。呵，这边我看现在旅游大巴全停这边。对。去王府井了。对，王府井现在真是人多，冬天回来的时候一人没有。现在是暑假了，反正因为是暑假。是，不过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孩子们就要回去上学了。爸爸妈妈本以为夏训就能结束了，结果还在继续，太热了。没事，夏训永远不能结束。北半球夏训结束了，我们就去南边，城里跑步。就有红绿灯能歇着。所以在故宫那边跑步就是因为没有红绿灯啊，然后里边凉快，阴气重，至少那三个边可以卷。哦，好多人刷那个故宫那个我真的地方赛段。对，我操，什么吃烤鸭子什么的，就赛段叫这名啊。对，那还是咱北京人没溜。等红灯了，我还说给他拍电动车闯红灯呢。我不跑了，我不是这个取消了，最后在这边多待会儿吗？对，张红，对，我们芝加哥330啊，等你了。对，我们不在背后说你，我们就当面说你。对，你要肯对自己狠一点，你早330。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。请我喝酒，今儿记你账上。对，记他账。Communist。这边是那个红旗杂志。哦，球是吗？哦，我对你这身衣服在这儿就特合适，小粉红，对，开在故宫旁边。哎，真的是成都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。这儿太挑了，是吗？走圈圈，比较郑重。这个成都驻京办有没有33.33的蛋卖蛋炒饭？我们现在来到了景山。这就是当年小李子进北京的时候，我们这小珠子感觉过不下了，过不下去了。是拉着他陪他睡觉这个小王子，俩人一块儿找一树自挂东南枝了。他挂完了之后是还是清兵说的失手的，然后放在东华门那儿停了好几口。是精彩，给他那个埋昌平那个陵好像特小哈。对，也是挺惨的，是不是？其实看这些历史的建筑啊，我觉得这文化是在衰退的。啊，当然可能是因为那个以前的那种大树都给砍没了，所以没有那材料来干更大的宫殿了，是吧？对，你看历朝历代那宫殿都是越来越小。是，不包括明朝那些着了火的然后清朝时候在修，因为没有那么大木头了所以都修得特小。对，你看那太和殿它那个基座跟它那大殿完全都不成那个比例的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因为它着火之后在修的时候没有那个材料了。哦，所以特小。或许也是有材料，这个清朝帝王比较爱民，没有这个什么化石缸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可能也没关系啊，应该是没什么关系，也没准就是因为东北人土，反正
看了那个两晋时期的历史，觉得在这片土地上谁掌握了政权，谁就觉得自己是主角，管你什么汉人什么的。对，是。不过人家说这现在跟汉人也没什么区别，没区别，区别就是高考还能加十分。文化消亡了，是，没几个人会说满语，满语了。对，据说韩国那边拍一什么电视剧，说这里边还说满语呢。我跟那孟竹还说那个，他那里边那不就是东北大满跳大神那东西吗？什么开关那个吧，抗日，韩系抗日，呵。韩系抗日，就韩系抗日神剧。他的那边说那句话都是一个语系的，其实啊，是，不是人家还有，咱没了，是，不会了。所以你在故宫，你都研究点啥？我研究什么？就研究喝酒了。今儿喝二锅头还是喝燕京？那时候觉得还是挺心浮气躁的吧，觉得。我也不知道这儿的点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有个班上。对，后来离开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，我可能，比如说，再重新有一份工作，我可能想去，还是想去故宫吧。啊，对。所以你在美国学的啥呀？我学的社会学。社会学，然后回来就进故宫了，进了一个很社会的地方。挺扯淡的是吧？研究五千年，也不能说五千年吧。最起码这个六朝古都的这个社会，学的东西都就饭吃了。可以。那怎么就又从故宫又喝上酒去了？就是研究太透了，最后就自己开酒吧。就是觉得，哎，就是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啊。你在每个工作环境里边想找到拉你上去的人不容易，但是想一起沉沦的那太容易了。你这个沉沦，你这名儿就是比较适合沉沦。哇，前面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多我这个年纪朋友小时候的噩梦。哎，看好了，那改成一个什么饭店了？是吗？对，还能进去那种。呵，北京市少年宫，又后边打公交。我记得那天好像开放，看这有一个什么饭庄。哦，对，北京市少年宫，这是不是那什么历代帝王庙？不是景山公园。帝王庙不在这儿。哦，那帝王庙在西边。那个我也别说了，我一说了，跟我自己不是北京人，都不认识。还不知道挺正常的，是吧？哎呦，现在这打公交还挺有礼貌的，跟咱俩后边也不摁喇叭。但是他那个晚上不行，晚上你也跑不了，戴耳机在这条路上，他就是夺魂杀手。呵，堵路，对，没声，堵路公交车，没声。我这骑共享单车的吧？这车太刺激，没溜你就慢点儿，真是。我们这个就是在国外，总有那外地朋友问我，您北京有三环有二环有没有一环啊？到了上到了，这就是一环，故宫就是一环。对，哦，这个晋府宾馆，这个也是好多年了啊，特别特别多年。我们当时高中同学，他们有一个同学，他们家是山西的啊，总带我们来这儿吃饭，有钱人。是，真是，是，肯定是。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是景山，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北海。但是去这儿，我这联想不到了。我一往这边走，感觉联想就是什么什么自来红、自来白呀，排叉。我联想就是仿膳啊，仿膳是真难吃，骗人的都是，骗老外的。骗中国人，中国人谁去？这没准骗人去，骗外地人，吓死了！哟呵，
实那边晚上还是晚上跑的最好，是晚上九点以后啊，对，就没人了，没人了，都是阿飘，对，阿飘，你跑完步就跟着你都会店里了，对，那门咔咔咔骑在脖子上，哇塞，怪不得肩颈疼呢，是不是？这儿，北海、南海、湖南海，哎呦我靠，哎呦呵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跑步，名人，你看轮哥，回家啊，好，可以，加油，什么时候让我喝一个？拜拜，名人，哎呦呵，喝酒的名人，喝酒名人也行啊，那也是名人啊。就刚才那握下手，又发出一个八折卡，万寿兴隆寺。那你看过那个老的纪录片吗？啊，那我以后再也没，就是不是费心那么长时间没人用吗？啊，什么那东华门口这边那垃圾堆堆的都堆成墙上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怎么从这边走？你们以前上班是不是就是这儿？从东华门进。哦。应该这几个门里只有它特殊吗？啊。没事，等我到那配套那看一下，好吧，再看一下啊。门现在是关了，正好会数门钉儿。对，他那个门钉是怎么少一个是吗？不是，他少，他是99821嘛，这边都是，那边是8972。哦，音，就是他一般什么出殡啊什么的。哦，走东华门。哦，出殡，从东华门出，对，就送门口夜市了。对。以前这儿还让走车呢，嗯，现在只有固定的牌可以走了。是，现在不走。以前社会车辆还是从那个门槛那儿。现在你要是骑你自己的自行车，只要不是共享单车，你就能骑。哦，对，呵，那挺好的。哟，这是跑步的。我这地方环境好哈。对，在这儿跑这个 interval， 这一趟就有。对，好多人就是，就跑这个，这个从那个西华门到东华门的。哦。哇，这有点感觉这个，而且这一闭馆之后好安静啊，人就少多了，要平时这样人特别多，是东海那边可能还有点，是那边能去王府井。那你这个故宫后来又这个喝酒，你摇滚乐是怎么回事啊？摇滚乐是一直喜欢啊，是你也在店里见着那个，就是啊，谢维莎的主唱啊，王旭，还有他那个那豪不是啊，也是他们的吉他嘛啊啊，他以前的乐队叫 Level Drinking 啊，喝一辈子啊，那是我就是迄今为止啊，就是已解散的最牛的中国的摇滚乐队。啊，当时看着他们演出，嗯，在无名高地什么的，嗯，就觉得特受激励，就觉得以后我得做乐队，嗯。那你这唱歌就是？唱歌不是，我最开始是给别的乐队打鼓的。哦，那鼓是刚才少年宫学的吗？嗯，学了好久。真是少年宫学的？那对，差不多吧。我操，学了好久。啊，但是现在都已经废弃了。我反正让我们乐队鼓手差远了。这个就那个我跟我们乐队鼓手比，就是那种在天赋面前你的努力不值得一提。那你这唱歌是什么风格的呀？哎呦，这车不错，这个车不错，偏金属一点的硬核吧。啊啊，但不是金属核。那你有这种核嗓吗？核嗓有啊，你给我们基本都是核嗓。那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展示一个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太吓人了吧？来这儿，挨人犯病抠脚了。在这儿唱一个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》，那等会儿给他按了。哇，这还有中国尊，对。哎呦，这是厉害了，这个想起了末代皇帝。看那个，这三个门，嗯，中间那个门，啊，是有皇帝，可以，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撞一把眼探花，啊，女的只有那个皇后，啊，一辈子就走一次，
啊，我只能走旁边那个两个门。呵，你要敢走中间那门，你就完了。现在就根本就不开了，是吧？现在开还多走游客，开都是游客，可以，大家都是黄的。我们就是，这就是人民共和国，好，对不对？哟呵，这是配享太庙。对，太庙，太庙还是挺开放的。这是什么？办好多活动，什么耐克好多发布会。哦，这是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对。哪边中山公园吗？对，我觉得哪个在哪边总分不清楚。我在这边跑步就能分清楚。对，愿意在这边跑步，还是因为那个谁，博尔格黑影？对，哦，黑影人家现在绕着丰臣秀吉的宅子跑去了。对，我这下班的格格们，不容易，真的大热天的，真是。但真的，一到秋天又开始过敏了。呵，人家都春天过敏。哇，北京秋天也过敏啊。秋天那这是什么过敏？松柏树。哦，呵，然后就是你知道咱北京的医生就是他欠，问他怎么治这个，你别生活在北京不就好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美国大夫也是，我测完过敏，我说这怎么治啊？他说没得治。对，他说你知道是什么过敏也没用啊，就别说我了。对，好，什么时候喝呀？一会儿呗。好，你吃完饭回来。等会儿见。一路就跟人家打招呼，又发现一个打折卡。